隔离期间好无聊哦，都没有机会认识好男人啊！来试试小爱推荐我的黑客兄线上联谊 APP 好了，这次我一定要脱鲁啊！要开始了，我来看看哦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不错，优秀呢。匹配完成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黑客兄线上联谊 APP。请各位来宾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婷，我是屏东人。おはよう，我的姓阿禅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是小郑。安安，我是严小妹。人家我是第一次用这个 APP 啦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请大家教教我哦。请各位聊聊隔离生活在做些什么吧。我平常都在家看动漫的事，听我女神咪咕讲的歌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阿禅，你的日语就是这样学会的吗？那小镇呢？防疫期间哦，我都在家看影集啦。看影集跟 NBA。哇，我也很喜欢看影集耶！你都在哪里看啊？5278。那婷婷，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啊？我平常都有健身运动的习惯，但最近隔离出不了门，所以我都会在家。难道于婷你是做了运动气色才这么好的吗？于婷讲是运动女神属性的呢。没有啦，我也化一点淡妆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你可以教教我怎么化妆吗？我都已经20岁了，还不会化妆。觉得自己好笨哦。可以啊，请各位聊聊运动。运动啊，我最喜欢多人运动了，我平时都会看有关这方面的节目哦。我是说 NBA 啦，婷婷你喜欢吗？比较喜欢去健身房运动，我也喜欢跳舞，高中时还是热舞社的哦。すごいね。我进一个舞团，于婷讲，你要加入吗？我可以加入吗？你们都在跳什么舞啊？肚皮舞吗？舞团名叫做初恋为因。话说，于婷讲长得有点像咪咕讲耶。小郑，你喜欢这种多人运动吗？我们要不要一起加入阿禅的舞团啊？我比较喜欢在家也可以做的耶。虽然我不太懂，但是感觉很有趣。我不太会做运动，因为我都吃不胖。于婷讲，你对我的舞团有兴趣吗？我们可以一起跳舞哦。宝贝啊，你在干嘛？小爱来找我玩这个软体，所以我跟他们想聊一下。那宝贝，我们不是要出去吃饭吗？快出发吧。那个两位，我还单身啦。我还有事先挂了。阿禅，那个啊，你看我。Hello， 卡了吗？我的网络问题吗？该死的。